接球有点过头，于焕雅抓到了防守篮板。两队现在4-4，给到胡龙茂。好球！前五时候用他的惯用手，利用到朱云东的一个机动性，然后还有他的高度去守到布雷克曼。对。哇，这个球又是龙茂。胡龙茂打球从来不会去畏惧这样挑战对方的身体。而且龙茂判断的非常明确啊，上一颗球是库萨斯在篮下帮他卡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。那这现在就是来看胡龙茂的罚球，第一罚罚，两罚俱中。林任宏这个球被拨下来，直接被扇了一个火锅。看胡龙茂再抓进攻篮板，撞倒了 Kiwi。龙茂可能可以上到罚球线上面去执行两罚。龙茂的罚球，台比来讲麻烦。对，又对，台比制造热度，为什么？胡龙茂准备要位，给不进去。再回给他，要打林泰勒，是，毕竟胡龙茂的身材还是有一定的 mismatch 的优势啊。背靠背的三分打，那两个人手又纠缠在一起了。这身材的一个厚度，胡龙茂展现在打球的一个气势啊。对，林泰勒相对龙茂来讲，当然是比较单薄，还把他的手拉住龙茂的手啊。毕竟他们其实看到了一个台啤队有一些犯规的一些问题外，再来在人没有到我那么的足够，哇，毕竟也是个硬汉。比赛时间差5秒，布雷克曼开着后门给到了胡龙茂空切得分，上给到了亚历山大，分到了队长大空档的于焕雅，弧度拉高，轻了篮底下是胡龙茂的。进攻篮板差一点三分打，抢下进攻篮板之后又赖到了四中的一个犯规啊，这个犯规第五犯，是四中又来到第五犯啊。这个球龙茂差一点又要来一个三分打，非常的小心。龙茂过了林泰勒分到底线，大空档是亚历山大，98-84。没办法了，四中线